猪猪们，跟 Eric 好扯哦！我是在做梦，我也觉得有人在做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常看他们影片，然后一直在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现在是实际上可以站在面前听到。我们听你声音很久了，我是听好几年，我们比你痛苦好不好？新人新朋友来到我们工作室，对不对？参观一下这个小小的 space。今天呢是我要跟Ian 还有 Eric 拍两支影片。我一开始是我比较就是冒昧的，我直接在 IG 敲他们，你看他们最近很活跃，然后有看到你们在台湾到处环岛啊，然后这个 meet and greet， 然后做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我想说，哎，既然在台湾，不然的话我们看，因为我其实有很多观众讯息我，就是跟我讲说，you gotta do a collab with Dudu Man， 可能觉得痛掉很搭吧，或者是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很酷，因为我自己的频道。会很常介绍其他很棒的 YouTuber 给的 YouTube community 认识这样子，所以呢，今天也是趁这个机会，然后介绍你们两个。因为你知道你 message 我们的时候，我们超兴奋的。连你们的直播啊什么，我都就是在看，对啊对啊。因为你一登入的时候，一堆粉丝都很疯狂。完了，大家看我们有进展，压力来了。好，那待会我们先来拍摄，那我都已经把相机设好了，然后原本其实 Ian 跟 Eric 他们的拍摄风格本来就是在台湾啦，至少你们都在外面跑跑跳跳的。对对对，但今天因为刚好下雨，所以我们本来要在外面拍摄的计划就可能 cancel，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是都在棚内完成。好，那带我们来拍摄影片。好的，我们刚刚拍完了我的部分，我的影片，然后接下来要拍 Dudu Man 的，然后他们现在决定要在哪里拍，对，是在这边还是到里面的摄影棚都可以，都想要怎么办？都想，你可以拍摄过程移过去，对，切两个角，好 ，OK， 那你们决定好了吗？我们看一下，我换个场景好了，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在这边，这个梦寐以求的 Studio， 来，请进，哇、哦，噔噔。What's up？ 但其实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还没有跟你们讲过的消息是，我们最近呢可能要搬家了。对，我最近可能要搬家了。我自己一直很不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因为我很喜欢这边。然后这里待了3年半，就是我 YouTuber 最精华的时间就是在这边。但是最近因为一些因素的关系，所以需要搬家，所以你才会看到有外面很乱。就是因为我在整理这样，那我们就搬进来了。直接 take over， 不用拆就能用。哇，在他搬走，我可以进来，真的是太棒了 ！Clutch， 可以。好，那我帮他们加一下灯光。好的，我们都拍摄完成了，很顺利。今天聊得蛮开心的，我真的不开玩笑，我几乎每一支影片都看过了。然后呢，很喜欢你们的影片，然后因为你们是要旅游嘛，我其实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们。What？ 不要 ！No！ 这个 ？No way！ 这个是我之前去参加澳洲的一个创作者高峰会然后他们有送的纪念品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用不到，他已经 like it's on the shelf for like 2 years。OK。然后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送的对象这样子。哇、wow. ！所以那时候敲到你们合作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就要送给你们，然后上面就印了 YouTube。哇、wow, ！那这个是买不到的官方的 merchandise。哦，剪刀石头布，现在直接来哦。对，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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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演的了，是啊，谢阿迪，哇！谢谢，希望你可以背着，它是这个笔电包，它是全新的，哇！也纪念品，今天就是我自己真的蛮开心的，我觉得跟自己喜欢，然后有在看创作者合作，就是这一个职业最 privileged 的地方，就可能其他职业很难有这样子的体验，就是你在荧幕上面看到的人，然后居然可以出现在就在你面前，然后想要聊天啊，想要问什么都可以交流，这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彼此。好，那今天的工作 vlog 到这边告一段落，然后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很快的可能就要搬离这个工作室了，那最近也会进行一些整理啊、搬家、啊、等等的，然后也会再开箱给大家看，说我们将会搬去哪里，
那这些后续的可能也会在日常频道拍给大家看，因为搬家的事情比较忙碌一些，所以可能日常的更新会比较没有那么的频繁，不过有空的话我就会拍，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这个签名墙，哇，我们可以上是不是？有这个游戏可以上签名墙，签名墙在这里。没，我看过这个，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这个签名墙。对，就找一个空位，比如说这边好了吧。你确定还有空位吗？然后把它整个填满。哇，我们应该，我们就先等 Dudu 吗？我是 share 那个 space 吗？那就签。那你们可以签两个，如果你们要。不行啊，我压力有点大，我的字很丑哎。可以，那我就签 Eric， 然后 Ian， 然后下面的还是我签 Ian， 你签 Eric。好，你签 Ian， 然后我签 Eric。真的假的？为什么？硬要。OK， 那下面签的 Dudu Man， 那伊彦写这边好，对，好，好 Dudu Man， Yo， we made it， we made it， 好，再。